这里是面向台湾海峡的福建省定海湾。1996年10月，在这里的海底，对一艘约公元12到13世纪时沉没的古船进行了调查。参加调查的是以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为中心的专家。水深7米的海底，遍地散乱地放着数量众多的陶瓷器，其总量约为10000件。众多的陶瓷制品重叠在一起，埋没在泥沙之中。从这里的海底已经打捞了大约2000件以上的陶瓷器，这些陶瓷器均为定海湾附近的民窑制品。另外，这东西在日本大量的发现，当时出口到日本。你像那个这个吴先生他们都有研究，在日本的福冈博多，他是有个他出的这东西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对，你们在日本有个博多遗迹，福冈的博多遗迹。紫禁城收藏着历代皇帝收集的文物，其中也包含着民窑烧制的瓷器佳作。南宋时期的陶瓷制品里有许多是为出口而烧制的。这是建盏，高7厘米，是福建省建窑烧制的黑釉碗。在黑色的釉上，有被称作和睦的细长的线形纹样。当时在社会上流行品茶的比赛，随着品茶的流行，陶瓷作坊内烧制了大量的黑釉碗。黑釉碗随着饮茶风俗的流行，大量出口日本、朝鲜半岛及东南亚等地。
这件长颈瓶高26厘米，是龙泉窑烧制的青瓷花瓶。龙泉窑的青瓷在南宋大量出口的商品中是最受人们喜爱的。带绿的青瓷釉面有着深沉的透明感，舒畅变宽的瓶身和细长的瓶颈衬托出一组流水般的曲线，构成了一个十分优美的造型。龙泉青瓷出口到东亚、阿拉伯、非洲等地。这是景德镇的浅青刻花莲花纹瓷碗。雕刻的莲花纹，支撑南宋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就是这些精美的陶瓷器。那么，这个以贸易为支柱，从而繁荣昌盛的南宋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呢？公元1127年，北宋被北方兴起的金朝所灭。南宋是逃至南方的北宋皇族建立的政权。这里是公元12世纪时的南宋与金的对峙图。在金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下，南宋朝廷只好放弃黄河流域的中原，偏安于江南一带。这里是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。公元1138年，失去北宋都城汴京后，在各地辗转的皇帝终于选定杭州为新的都城。主战派的中心人物是岳飞将军。寸步不让的岳飞坚持抗金主张，但结局还是主战派失败了，岳飞在风波亭惨遭杀害。
公元1142年，南宋与金达成了讲和协议。这幅画描绘了宋与金讲和后，人们迎接归来的皇族。对南宋来说，与金讲和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，国土的一半被分割，每年还必须向金交纳大量的白银和丝制品。最为屈辱的，则是南宋皇帝要向金朝廷做臣下礼。被讴歌为神的南宋皇帝，却跪倒在了金朝统治者的膝下。阔别15年之久，才归还南宋的，有高宗的父亲徽宗和其母，以及高宗的妃子。而此时的徽宗和高宗的妃子早已不在人世，他们是躺在棺材里被归还的。对南宋君臣来说，这是一个不堪忍受的时代。但是南宋不久便迎来了一个经济上较为繁荣的时期，而支撑这一繁荣时期的乃是对外贸易。这里是江西省的景德镇，南宋初期支撑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出来的景德镇陶瓷。景德镇的陶瓷制造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的民间烧窑。在公元11世纪的北宋中叶，因受北方辽金的威胁，华北地区的陶工就有不少逃到了景德镇。陶工们为景德镇陶瓷制造业带来了新技术，这些新技术不久便使景德镇出现了一大转变。在这片窑址上，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形成景德镇烧制新技术的一些痕迹。这是烧在一起的重叠着的白瓷碟，这是运用被称作浮烧技术所烧制出的陶瓷器。浮烧是在北宋时代的华北地区发明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。将瓷器搬入窑中时，因为瓷器沾上煤烟会变色，所以瓷器是放在圆形容器里烧制的。如果把陶瓷器朝上摆放的话，容器里只能容纳一件器物，是容器空间得到最大限度利用的方法，则是运用这种浮烧技术。将器物扣着而重叠摆放，可容纳更多的瓷器。用同样容量的容器，如果采用浮烧技术，其容纳量要比仰烧多出了3倍。
随着产品的大量生产，景德镇又引进了一个新的生产体系，分工作业。当时的分工作业从制土开始，工序分为露露、入纹样、烧窑等十多种。培养出能操作各种工序的专业陶工，以致在大量生产中也能保持高质量的产品。这是景德镇的浅青印花凤凰丸，这只丸也是大量烧制出来的产品。瓷器上布满了印花的纹样。景德镇的纹样加工从手工雕刻转向了印花，其原因是用手工一件件的雕刻是无法进行大量生产的。印花技术使产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。运用印花技术烧制的陶瓷器，成了支撑南宋经济的极为重要的出口商品。南宋每年要向金交纳相当于150万贯的白银和丝绸，而南宋全年各项贸易的收入仅约为200万贯。南宋以贸易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换取和平的局面。在南宋时，水利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，使江南出现了空前的繁荣。大米、茶叶、丝绸的产量都有增长。南宋建立30年后，经济就取得了可与北宋相媲美的繁荣。这是南宋时的都城杭州，转眼之间人口超过了百万。街头上商品充盈，连国外的珍品也荟萃一堂，出售高档的宝石、舶来象牙及各类珍品的商店一家连着一家，在当时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。元代时走访了此地的马可波罗称杭州为世界上最繁荣昌盛的城市。这里是南宋的太庙遗址。太庙是历代皇帝用于祭祀活动的宫殿。对历代王朝来说，太庙是最为重要的场所之一。1995年，对太庙进行了发掘调查，遗址面积为1000平方米，在太庙内发现的道路均用砖或瓦铺筑而成。在当时的杭州，宫殿相连，
亦形成了一个具有国都风貌的大都市。但在南宋的宫廷里，没有留下用于祭祀的青铜器和玉器，北宋灭亡时，珍贵的器物都被金掠夺而去了。这是粉青贯耳穿戴方壶，是官窑烧制的青瓷，它的形状模仿了青铜器的贯耳壶。南宋设置了官窑，用来烧制陶瓷的祭祀器物，代替以往的青铜礼器。器物表面覆盖的釉十分厚重，有着好似玉器般的柔和感觉。官窑的青瓷以追求青铜器的造型和玉器的光泽而著称于世。粉青三足弦纹炉，这是一件模仿青铜器中九尊的官窑瓷器。器物采用兽足来造型，用兽足支撑着整个器物。在瓷器表面，重结为一体的结晶，通过光线反射，放出像绿宝石似的光芒。有鉴于官窑瓷器的鲜明特点，南宋主要以使用官窑瓷器来进行正式的宫廷礼仪活动，并成为一种定制。这是秉烛夜游图，它描绘了在宫廷赏花的南宋皇帝。南宋以贸易为基础，迎来了一个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。但是，就光复中原而言，南宋却力不从心。在南宋朝廷内，光复中原的意志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衰退。西山清远图出自南宋画院的夏圭之手。南宋效仿北宋恢复了宫廷画院，用以继承文化的传统。夏圭被视为开创了南宋宫廷绘画画风的画家。长约九米的这幅卷轴，描绘的是温暖阳光里的江南景色。夏圭是一位能够巧妙运用墨分五色技法的优秀画家。他利用浓厚的焦墨与清润的淡墨的反差，将绝壁描绘得十分形象。踏歌图出自在南宋画院与夏圭齐名的马远之手。
这幅画是为迎合皇帝歌颂盛世的诗句而描绘成的。画面运用有力的笔锋和简练的构图，描写了一幅山峰环抱的美丽风景。农田小道上，三位老农踏脚微拍，手舞足蹈，载歌载舞，好一幅喜庆丰收的画卷。此后，按照皇帝之意所描绘的宫廷绘画作品走向城市化，逐渐失去了生机。泼墨仙人画为南宋画院梁楷所作，出于对南宋画院刻板画风的不满，梁楷离开了画院，梁楷等画家的作品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禅僧文人的世界。福建省泉州港在南宋时是海外贸易的一大中心，当时的贸易十分兴旺，以泉州为首，南宋各地增建了许多造船厂，造船量也一年胜过一年。1974年，考古人员在泉州港发现了一只南宋时的贸易商船，船长34米，宽11米，是一艘能乘100人的大型船舶。为了防止意外，船舱被密封为13个货舱，船外壁由3层木板予以加固。船中发掘出了胡椒和香木。这是一艘从南洋回来的贸易商船。1975年，在一贸易港口发现了一座地方士绅妻子的墓葬，墓穴里放置了大量的绢制衣物，仅完好无缺的衣物就多达350件。
这是作为出嫁用具而制成的泥偶人。在当时，多子多福是比装饰金银更为重要的生活追求。南宋有着专售此类孩童玩偶的商店。经济的繁荣使百姓的生活有了广泛的提高，人丁兴旺的现实生活反映在艺术品中，则表现为故宫所藏南宋文物内，以小孩为题材的绘画也有所增多。这是南宋画院中有代南宋也是一个教育事业得到广泛普及的时代，在新设立的各地私塾里，士绅、商人、农民的子弟为考取功名而发奋苦读。这是宋代的课本，教育之所以得以普及，是与当时发达的印刷技术分不开的。中国所发明的印刷术在南宋时得到进一步的改进，从而使印刷业走向了低成本而大批量生产的时期。这使得南宋的教育有了空前的发展。1963年，在浙江省绍兴的一座南宋晚期的水井里，发现了大量的瓷器。其中的42件瓷器都是日常生活用品。出土的器物中，有些是至今尚未见过的青色瓷器。也就是民间的龙泉窑产品。南宋中期以后，陶瓷制造业迎来了一次大转变。龙泉窑以络绎不绝地烧制优美的青瓷，而取代从南宋初期开始就一直支撑对外贸易的景德镇瓷器。这是龙泉窑烧制的青瓷碗，与景德镇瓷器不同的是，龙泉窑瓷器上没有施加任何纹样，它省略了以往造型装饰上的过分夸张，追求那种经过洗炼后的静谧之美。
这种充满材质并具有优雅颜色与造型的青瓷，是度过文化成熟期后的南宋社会的一大创新。龙泉窑坐落在深山环抱的浙江省南部，为了寻求高质量的陶土，陶工们来到此地建筑起一座座瓷窑。如今仍有利用山坡斜面铸成的现代瓷窑。作为民窑，龙泉窑始终烧制着带有青瓷颜色的瓷器。南宋中期，人们开始追求与那繁荣时代相吻合的器物。为适合新的追求，陶工们所创作的就是龙泉窑烧制的青瓷产品。在这一时期，龙泉窑实行了技术改造，开始使用能够达到高温的松柴为燃料。同时，他们还引入了对微妙的温度变化加以调节的调温技术，也就是称之为看色的温度调节法。这种方法就是事先先将瓷片放入窑中，待火循环后取出，根据瓷片反应的结果调节温度。这是从窑址中发现的青瓷片，那浓厚的釉药层要比胎质还厚。釉药分为两层，为了烧出浓厚的色彩，先上一道釉药用低温烧制，再上第二道釉药继续烧制。釉层中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气泡，气泡通过光线反射，给人一种鲜艳透明的感觉。龙泉窑的气泡是运用了正确的温度调节而造成的特殊效果。这是龙泉窑的青瓷库窑香炉，它带着微妙的绿颜色，被称为梅子青的青瓷色彩。分为数层的釉药，使人感觉到一种情趣盎然的透明感。龙泉窑的工匠们通过选土、变釉和使用松柴及看色技术，成功地烧制出了与众不同的青色瓷器。在龙泉窑最为昌盛的时期，龙泉曾经聚集了200座以上的窑址，他们相互竞争，展示着自己的色彩与造型。在激烈的创作竞争中，流传下来这样一个传说：以前在龙泉有一对烧瓷兄弟，哥哥的窑称为哥哥窑，弟弟的窑叫龙泉窑。哥哥以烧制透明的青瓷成名，弟弟则为烧不出杰作而大伤脑筋。一天，弟弟为了得知哥哥烧窑的秘方，
就将尚未完全冷却的哥哥的窑打开，冷气流入了窑内，使瓷器表面出现了无数的细小裂纹。这就是传说中哥窑瓷器产生的缘由。在故宫博物院内，也收藏着许多哥窑的杰作。这是弦纹瓶，表面上有纵横的裂纹，略粗的黑线裂纹间，还有金黄色的细线裂纹。这是花口碗，用绿颜色加工的几块刻痕，表现着花的形象。这是徽青花饰碟，它表现着盛开的菊花。工匠们的技术竞争，孕育出了历经千锤百炼而换取来的文雅别致的珍贵文物。南宋时期是一个阔步迈向海外的时代，对外贸易支撑了南宋的经济。不久，北方出现了蒙古族建立的政权。在蒙古族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，南宋朝廷节节败退。公元1279年，南宋末代皇帝跳海身亡。南宋150年的历史就此结束。这是代表南宋文化的杰作盘口凤耳瓶，虽有着军事力量强大的金的威胁，而锦绣江南却像鲜花盛开般的出现了一朵光彩艳丽、历经千锤百炼的南宋文化之花。南宋文化的结晶不但作为贸易商品而出口海外，同时也支撑了南宋自身的经济。这是黑釉叶纹碗，孕育于锦绣江南的这朵南宋艺术之花流芳后世，至今仍为人们深深的